我警告你，不准有任何诈欺行为，除非我也参与其中。珍重，再见，我们后会有期。如果你找到我的遮阳伞，我来看看新鲜商品哦，有些还能正常使用哦。一直都在这里，除非我不在。你是个好帮手，谁都不能再拆散我。现在没有目标，我的王子，你还好吗？有没有受伤？我怕利亚你也被丢到渊侯来了，然后这一位是谁？慢着，我认出来了，你是来自艾泽拉斯的其中一位英雄。新朋友，靠近一点，我们没有胜算，有人
请问区区一介落难王子能为你做什么？快，我们必须带你出去。猿猴行者，你还在等什么？不行，我们不能抛下盟友，他们都是为我而来，我们必须潜入托加斯。这座塔没有任何一样东西符合常理，我们必须想办法逃出去。你到底有没有搞清楚啊？我是把漂浮的劲可以轻易穿过这些牢房栅栏。有灵魄了，用它来强化力量，猿猴行者，我们继续吧。没有目标。我听见上方的墙壁在移动，不知道那边会有什么。这里遍布着致命的陷阱，我们必须小心。太远了。
没有目标。炎狱之主的强大手下一定看守住。这一定就是看守这里的守卫，把他解决掉吧。我们提供各种商品和服务。进入万物皆有价。在这里多久了？这个鬼地方在啃食我的心智。监管者，很高兴见到你平安无事。我们需要离开这传送门。这里是渊侯，没有人能逃出渊侯。我们需要渊侯行者，这是监管者，在现实宇宙中最伟大的文献管理者。真的是渊侯行者？快点，我可以把渊侯行者当作传送法术的导体，顺着进来的道路回溯出去，但机会只有一次。渊侯行者，这个过程会很痛，你可别死了。
居然成功了，而且猿猴行者还没死，太厉害了。不过最好别再用这种方式离开猿猴了，说不定会害你灰飞烟灭。欢迎我的患难之交。末日来临，不过我们会奋战到底。王子，西奥塔，我的老友，真高兴见到你。看来你终于可以不穿衣服了。我也很开心见到你，瞧你瘦得跟皮包骨一样。我向存活者发出讯息，现在这里聚集了蛮多人。雷纳斯，控罪者，谢谢你派猿猴行者来找我们。监管者，我很好，我不会有事的。陛下，德瑞文，真是太好了，有什么最新消息？我们依照西奥塔的要求，把剩下的部队全都移到了翠云城。上次袭击后，现在剩的军力又更少了。召集所有部队，我们准备进攻。我有个计划，但是必须在戴纳瑟斯发现我逃跑前执行。你好，猿猴行者，你让我燃起一线希望。
暗祝福你，渊侯行者。末日降临。渊侯行者，快收集这些灵魄，越多越好。虽然这种羁绊是暂时的，但是它可以让你变得更强大。我们要用戴纳瑟斯偷走的灵魄反过来对付他。当我攻进城堡时，就是他们昏迷下他的脚。我现在没有成表，不需要这些。戴纳瑟斯不是我们唯一的敌人。收集足够的灵魄来唤醒食人魔，越多越好。
这里曾经是十渊魔军团的集结场，注意天空，他们正在监视我们。放马过来！你们准备大输一场吗？给我动手！海厄，如果你真心爱我，就相信我，跪下吧！你这个自私的魔鬼，怎么会服从命令，绝不退缩？警觉！他们竟然把你唤起来取代我！小傻子，趁德瑞文干扰他们的时候，我们要尽量收集灵魄来对抗戴纳瑟斯。
量收集灵魄。他们只是上对付戴纳瑟斯，他们很快就会知道这场叛乱只是一场空啊。瑟王子，我真的很希望他能在我身边共享这光荣的时刻。他才没这个资格，我会献上他的人头作为战利品。啊，暗影之境的救就只有这点本领吗？你惩罚灵魂都已经这么久了，不但没学到教训，反而变得跟他们一样。你呀，只要听话就对了。哦，你可真幸运啊，能见证这即将到来的辉煌时刻。从低等灵魂身上折磨榨取的每一滴珍贵灵魄，都会化为力量，让监禁者夺回他的一切。等到他重获自由的那天，万物都会依照他的旨意消灭殆尽，唯一能在这股变革浪潮中存在的力量，只有死亡
死亡还有促成这场胜利的帮手。有人会阻止你的，戴纳瑟斯，就算我……嘘，不要说话，看好了。别忘了这次的教训。改变命运的使者，快过来。你和我，源源不绝的灵魄使渊侯持续扩张，炎狱之主恐怕随时会逃脱。戴纳瑟斯想必正在纳萨亚城里召集军队，如果坐视不管，他的忠诚者绝对会击垮我们的。我们要征召最允城的收割者，而这位凡人要回到奥瑞博斯，一定要转告他们这里的情况。王子，我来护送渊侯行者，凡人，我们走吧。猿猴行者，你好，做我们该做的。要相信使命。戴纳瑟斯造成这场林破干旱，还将他丰沛的库存提供给渊侯，他和炎狱之主互相勾结。使命，请救救我们，情况比我们以为的还要糟。看来炎狱之主一直以来都在牵动着我们世界的命运。荣耀之声，永生者召唤你前去审断者殿堂。那我必须回应他们的召唤。猿猴行者，跟我来，或许他们能指引我们的道路。卡德伦，带着诸位世盟代表前往政要区，我和凡人在事情结束后会在那里与你会合，我代表他的话语，祝福他的声音。身为审断者之声，我听从永生者的旨意，我能为你效劳吗？猿猴正在茁壮，力量不断滋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我们以为永远逃不出来的邪恶之身，在暗中想要误导分化我们。统御者察觉了真相，但是他的警告来得太晚，我担心他已为此付出惨痛代价。你是瑞文崔斯的代表吗？你们的王呢？我们的兄弟戴纳瑟斯在哪里？我的王背叛了大家，这场干旱是他造成的，他偷走了我们国度的生命泉源，让我们和你们的人民挨饿。当他的谎言被揭穿时，戴纳瑟斯把众多装满了灵魄的魂匣送到了渊侯，以强化他真正的主人。很久以前，我们聚集众人之力监禁了那个怪物，如今统御者不在，戴纳瑟斯还背叛，万神殿兵临分崩离析，暗影之境的末日即将到来。但是我们还有希望，这个凡人在渊侯救了我，并且揭露了戴纳瑟斯的背叛行径。他们也拯救了我的森林，并且展现出强大的潜力，有他们的相助，我们就能挽回局势。没错，为了暗影之境，每个凡人都必须选择一个世盟。等到我们的戒域恢复往日的力量之后，大家就能联手对抗黑暗。首创者，我誓死达成任务，我代表他的话语。来吧，凡人，做出决定的时刻到了。倾听审断者的裁示。有什么烦恼吗？愿智慧指引你。我看见你。坚守永恒的职责。哦，这下好玩了。哦，我的荣幸，很高兴见到你。就这样吗？你还有疑问吗？心怀纯洁，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我的刀刃听从你的命令。我们遵循统御者的旨意，一定要重建瑞文崔斯。死亡和永恒的车，马卓萨斯认同你。前来接受审断。
吧，男人。下次再见。永不懈怠，别放弃你的盟友。